在这个礼拜的主日呢，就是五旬节圣灵浇灌的这个主日哈，5月28号，我们呢会在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有服事 ，AI News 会在这边带敬拜，然后会在这边讲信息哦，所以呢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，也非常感谢张伯利牧师哈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，如此的看重我们。那希望大家呢，如果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下面的这样一个信息，在这个主日5月28号上午哈，可以来到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哈，跟我们一起来敬拜，大家一起来学习吧，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好的一个机会啊，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再说一下，如果要是有其他的教会，哎，你觉得我们讲的东西可以接受，或者你觉得我们讲的东西是有益的，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发出邀约，但是你要先看一下我们频道，就看我们讲的东西你们是否能够接受，就不要说我们去你们教会讲完了之后，然后回来给我们打电话说哎你们讲政治啊等等等等啊，所以就是看一下我们内容，如果你们觉得有益的话，欢迎来跟我们发出邀约，可以来给我们的邮箱发信息啊，如果要是有认识我们牧者呢，哎，你就直接给我们打个电话跟我们说一声就好哈。